前两天啊吼，这场造势会，小燕市长在拍一个电话，伊讲你偌久无穿短裤？我打电话给伊，我讲穿短裤，伊就将脚徛出来。前两天啊吼，这场造势会，小燕市长在拍一个电话，伊讲你偌久无穿短裤？我穿短裤，大家咧运动拍电视，才会穿。上班唔爱穿短裤，伊讲你会当来穿一件短裤来台中造势，我听一个喘一个，你敢知？啊，造势会当穿短裤，我当问伊讲，阿你会使未？伊讲你会当穿短裤，我讲你穿未？一定会使。我今日嘛穿短裤，朱主席嘛穿短裤，大家穿短裤，代表社会，代表咱真勇。一点困难都没有。